们相信这里有免费的花苗、树苗可以领养吗？只要你是高雄市民，一张身份证可以换三颗，这是高雄市民的福利，不要忘了哦。看这边的树都修得好有造型哦，就是白藓木，这个不能认养啊。那个叫什么花呢？拍得好漂亮啊！对，家有罗汉松，赚钱真轻松。你知道有影无吼？这里就是领花的地方，要先拿身份证登记。哇，九重阁好漂亮！万绿丛中一点红。哇，好漂亮，真的好漂亮。这是变叶木，上次小金也领了三颗，这外面再卖不便宜。小石女贞，上次小金也认养一颗，现在都还没有开花，叶子很漂亮啊，可是没有开花啊，这个叶子啊丑丑的，它现在在开花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还没有开花。多美丽的。这一大片树苗和花苗都是供民众认养的，是鼠尾草。哇，我们来点三颗，好漂亮啊！你这颗好不好？好啊，哇！这个好像就开过啊。这个高挂一米。小金今天就领养这些，这是什么？芙蓉。芙蓉啊，这些小真女子啊。小石女贞，小石女贞啊，九瓶兰，九瓶兰，还有鼠尾草，鼠尾草。我们今天就身份证就是换这九颗。对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加油。